这套是1840年的房子啊，现在正在卖，占地面积非常大，1700多平，位置也相当不错啊，在威斯蒙公园旁边，也就是在西山的山脚下，售价是329万5千，房子值不了多少钱了，但是地应该还值点钱啊。开发商要买这块地，开发3套别墅问题不大啊。这是旁边又一套房子，这套房子419万5千，占地面积就小多了，占地890多平，房子也比那套新很多啊，这套才115年，那套180年了。因为这个坡度非常大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适合玩球啊，你要打个篮球的话，从山顶能滚到山脚下去啊。这房子已经拆了很久了，而且它歪得非常厉害啊，基本上等于要重新翻盖了。有的房子三面都是山啊，直接像挖地下室那么挖就行了。这房子看上去感觉很矮啊，其实是很高的，其实它是有好几层的，因为下面的话它是往下盖的啊，从下面盖上来的，等于它有一面墙就是山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有靠山啊。这是西山和皇家山的一个地形图啊，左边这个是西山，这个冒出来这个顶就是圣约瑟夫大教堂，然后两个山之间呢就隔一条路，右边呢就到皇家山了，皇家山就比较大啊，比西山大不少，但两个山的高度都差不多，都是200多米高吧。然后西山观景台在这个地方，这儿有一个大十字架啊，山顶应该还有个铁架子没展示出来，应该在这个位置。这是一大片墓地，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市中心了啊，麦吉尔大学在这个范围，在这一片，蒙特利尔整个市中心就是依山而建的啊，就在这一块。在皇家山脚下啊，这房子是259万5，占地700多平，2003年的房子，这个性价比就比较高啊，比西山那边高一点，这片儿就不属于西山了啊，但是靠近市中心。
这